大家好，我是琳达，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最近一直被网友催说出教程啊，出教程，所以我这次呢就来个重口味的，一次出四个眼妆的合集，然后分别是春夏秋冬的一个主题。这也是一位网友给我的灵感，其实我只是为了让自己听上去有文化一点。这四种眼妆我都会用 Kat Von D 的 Metal Matte Palette 来打造，这个盘应该已经没有卖的了，是限量版，但是我非常喜欢它里面的颜色，而且我想挑战自己用一个盘打造不同的妆容，大家用自己手头上相似颜色就好。每一款眼妆之前呢，我都会用 Urban Decay 的 Primer Potion 来打底，这里就不重复了。说到春妆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春天万物复苏、五彩缤纷的颜色，然后我想让这个妆容呢稍微活泼可爱俏皮一点，其实说白了呢就是把所有的颜色通通糊在眼皮上就 OK 了。首先我们用叫做 Sway 的这个颜色涂满整个眼皮，给眼部打个底。顺便说一句，最近眼睛很不舒服，所以大家就原谅我的红血丝吧。接下来再用 Ignite 这个颜色从眼角到眼尾三分之二的地方啊，把它涂满。注意这个颜色呢就要涂在眼窝以下的地方。接下来用 Watt 这个颜色在眼尾到眼头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加深一下，然后这两个颜色呢就把它晕染开，晕染的均匀，不要有很明显的界限。接下来用一支细小的晕染刷在眼窝的地方把眼影的界限刷均匀，注意这支眼影刷是干净的，这样的话才不会让眼影觉得很脏的感觉，会很干净。然后再回去呢用 Watt 和 Ignite 这两个颜色呢再把眼影重新再刷一下，这样能让眼影的颜色呢更加加深一点，因为晕染过之后呢眼影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淡，所以呢完全可以再回去重复之前的步骤直到你满意为止。接下来呢用一支小刷子用 Ribbon 这个颜色描一下下眼线，下眼线呢描的不用太重，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它晕染开，晕染的均匀。接下来用 Bobbi Brown 的这个深蓝色的眼线胶画一下眼线，这个眼线呢是非常典型的猫眼的画法，就是我们说的 Winged Eyeliner。 这个眼线其实不难画，主要就是多练习吧，熟能生巧。大家注意到我后半段呢是从眼尾的地方往眼头的地方画，这样的话能让眼线画得更直，控制得更好，而且可以控制眼线的长度。大概画出轮廓之后呢再回去把眼线的颜色加深一下，把形状再完美一下就好了。然后再把下眼线稍微加深一下，主要是贴着这个睫毛的地方再稍微加深一下就可以了，也是注意要把它晕染得很均匀。接下来呢涂两层睫毛膏，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Pierrecone MD 的 No Mascara Mascara 这一款呢，我发现涂了两层以后呢有一点点苍蝇腿，所以不太推荐。但是这个今天的教程呢 我已经涂了就算了。然后再把下睫毛再涂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用一支裸色的眼线笔把内眼线涂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眼睛显得更大更明亮。接下来拿一支小刷子用 Tinsel 这个颜色给眼头提一下亮，这个妆容呢基本上就完成了。最后用一支干净的小刷子把下眼线再晕染一下，最后再涂上橙色的腮红跟唇彩就大功告成了。说到夏妆呢，那当然是健康肤色金光闪闪的女神妆了。一开始呢还是用 Sway 的这个颜色打底，还是从眼线到眼窝的地方涂满整个眼皮，然后把颜色涂均匀就好。接下来用 Oak 这个颜色把从眼尾到眼头三分之二的地方涂均匀，注意这个颜色呢也要保持在眼窝下面。然后再用同样的颜色呢把眼尾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是那个 V 的地方再加深一下，然后再带到眼窝上面一点点。
接下来呢，用一支干净的小刷子把眼窝的地方，就是眼影边界的地方，把它涂抹均匀，让眼影没有很明显的界限。很抱歉啊，这个镜头眼睛都快跑到镜头外面去了，取位取得有点不好，所以请大家谅解。接下来用 Synergy 这个珠光色把它涂在眼皮中间的地方，最好不要超过眼尾到眼头1/3的地方，然后用 Flush 这个颜色涂在眼头1/3的地方，跟这个刚才那个 Synergy 那个颜色呢，要把它晕染均匀。之后呢，用一个小刷子，还是蘸取同样的颜色，做一下眼头的提亮。这一次呢，我还是会把颜色从眼头拉到下眼线1/3的地方。之后我们用回刚才那个 Oak 那个哑光的颜色呢，把下眼线的眼尾的地方再给它描黑加深一下。注意那个重点呢，还是晕染晕染再晕染，要把所有的眼影的颜色呢全部晕染到完全没有痕迹，看不出来哪一块颜色渐变到哪一块的那个痕迹。接下来我们把眼尾的 V 的地方呢再给它加深一下，因为刚才在晕染别的颜色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颜色又淡化了。接下来呢，我就不用多说了吧，这个大家已经看过无数次了。我们再用这个干净的小刷子把刚才的这些都给它晕染得非常均匀。之后呢，我感觉中间的这个 Synergy 这个颜色好像又有一点点淡化了，所以我又重新回去把它加深了一下。眼妆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规矩，没有任何的顺序，只直到你把它画得完美你满意为止。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画一层眼线，就贴着眼皮，然后直接画上眼线。然后下眼线呢，我们也把它画一点点，到时候我会再把它晕染开，所以现在画的不是很完美也没有关系。然后内眼线呢也要画一下，这样的话呢，这一款妆容呢主要是突出它的性感，所以呢内眼线是一定要画的。然后就是美瞳线了，这个地方我知道大家看的肯定很恐怖，但是为了美我们豁出去了。之后呢，我们就用这个小刷子呢把眼线晕染开，因为刚才画的呢肯定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所以所有的地方呢都是要非常的柔和，然后晕染的非常的均匀。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戴假睫毛了。今天我选的是一副比较密的假睫毛因为这款妆容呢我想让它稍微性感一点。戴假睫毛呢我真的是很不在行，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教程，我在这里就不多介绍戴假睫毛的方法了。戴假睫毛之前呢忘了刷睫毛膏了，所以现在补上，老师也有出错的时候。当然下眼线也要涂一些，我喜欢把睫毛刷竖起来擦，这样的话不容易粘到脸上。最后一步呢，就是用睫毛夹把真假睫毛呢夹一下，这样的话会让它们特别服帖，不会你一转头呢一看侧面就有两层睫毛那样子。哦，忘了还有一步，就是用泵这个颜色把眉骨画一下。其实这个颜色呢画眉骨非常的好，就是跟肌肤呢比肌肤稍微白一点，可以有提亮的作用，而且会把眉毛下面呢显得非常的干净。最后再涂个5-8层的高光和修容，这个金光闪闪性感妩媚的女神妆就完成了。说到秋妆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做个大烟熏，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OK， 我知道我很没创意，但是这个颜色对于眼部打底来讲真的是非常合适。我们还是照例惯例把 Suede 涂满整个眼皮，然后呢用一个黑色的眼线笔把整个眼皮给它画成黑色。大家不要担心颜色涂得不是很均匀，
我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让眼皮上有一个黑色的底，这样的话我们一会儿再涂其他颜色呢就非常的显，因为今天是一个大烟熏，所以这个颜色的显色度饱和度一定要非常好。然后我们就是用手指头把它晕开就可以了，不用特别的完美。接下来我们用 Nebula 这个颜色来给眼皮整个涂满。这个颜色可能是我在这个盘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颜色了，这个蓝色哦，太美了，简直是，所以一定要用这个颜色打造一个眼妆，我们就把它涂均匀就好了，然后把下面的那个黑色那个眼线呢要把它盖住。接下来我们用 Oak 这个颜色，用一个比较松散的晕染刷在眼窝的地方跟这个蓝色衔接一下。注意呢，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晕染得很均匀，让两个颜色呢几乎没有界限，让它逐渐的渐变到另外一个颜色之中。接下来我们还是用一支干净的晕染刷把边界的地方晕开。现在再回去呢，用 Nebula 那个颜色呢再把它加深一下，刚才晕染的时候呢又有点把那颜色淡了，所以再回去把它再加深一下，然后再用一支干净的小刷子把这两个颜色再晕染一下，让它们界限没有那么清楚。然后我们蘸取一点 Jet 这个黑色的颜色画一下眼线。这个眼线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眼线笔，然后像夏季那个妆容一样把它晕开就可以，但是我想给大家诠释一些不同的眼线的画法，所以呢这次呢就用眼影来代替。这个眼线呢我不想让它这个界限太分明，所有的妆容整个妆容呢都是朦朦胧胧的。这个画法呢我们俗称渐变画法，也就是顾名思义从浅到深的颜色一层一层把它叠加上去，所以其实这个妆容呢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画起来呢只要你知道它的理念就很简单，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所有的颜色都晕染开，接下来呢我们就画一下内眼线。下眼线也就是水线的位置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办法在镜头上画得很好，所以这个我们就匆匆的跳过去吧，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好。然后我们还是用那个黑色 Jet 那个颜色呢描一下下眼线，这个部分呢就是要跟刚才那个眼线笔的部分要把它晕开，这个部分一定要画得要重，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大烟熏的妆容，所以不要怕，对自己下手要狠一点。接下来我们用 Velour 这个蓝色呢在黑色的下面再晕染一层，这个也是跟上面的渐变的画法相呼应的，所以就比较有层次感，注意它一定要晕开。之后呢我们用一个干净的小刷子把下面的蓝色呢再给它晕染一下，所以整个妆容呢没有一点点非常尖锐的这个边角，全部整个妆容呢都是非常的模糊，接下来呢我们蘸一点泵这个颜色呢再给底下脏了的地方呢再把它清理干净，眉骨呢也是用泵这个颜色给它提亮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用泵这个颜色做一下眼头的提亮，今天我想做一个闪光的下眼线，所以呢这个眼头的部分呢我就选择用雾面的眼影来完成，我觉得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用一支很细的眼线刷蘸起了一点点 Tinsel 这个颜色，然后喷了一点 Fix Plus， 这样能够让这个亮片的部分呢粘黏的更加的服帖。然后我又觉得闪的有点不够，我就用这个 Make Up Forever 的亮粉，然后又喷了点 Fix Plus 涂在刚才的那个 Tinsel 那个颜色上面。这个涂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眼头到眼尾的一半的地方，这样用只小刷子把掉的粉扫干净，然后呢还是用蓝色的那个 Velour 那个颜色把下面的眼线再描一下。假睫毛呢用的是 Ardell Wispies 600号，我非常喜欢这个睫毛，看上去让人的眼睛呢就有种毛茸茸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很自然，戴起来也很舒服。最后再涂上裸色的腮红跟唇膏就大功告成了。
说到冬装呢，就让我想起情人节和节日派对，当然这个红唇呢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所以我们眼妆呢就必须要非常干净。首先呢，我们用 fringe 这个颜色涂满整个眼皮。你以为我还是用 suede 吗？想错了。这个眼妆呢比较浪漫，所以都是用的粉红色系。接下来我们用 silk 这个颜色，好吧，这个颜色不是粉红色的，但是我觉得跟这个妆容很配。那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在眼尾跟眼头的地方涂上这个颜色，把中间的地方呢留白，这个呢叫做光晕画法，也是我蛮喜欢的一种眼妆的画法。基本上呢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不停的加深，不停的晕染，直到你满意为止，但是一定要记得把中间的部分留白。接下来我们用 glitz 这个颜色直接涂在眼皮刚才留白的地方，也就是眼皮中间，就是眼球最突出的地方。这个呢我就直接是用手指涂的，因为我想让它这个颜色呢显色度高一点，所以用手指头涂呢效果更好。接下来呢就用一支干净的晕染刷把所有的颜色晕开，还是老规矩，把所有的颜色呢都晕染到看不出界限，然后都很均匀的地步。之后呢还是用 silk 这个颜色把下眼线画一下。今天这个妆容呢我们要画的比较淡一点，不用特别的重，因为这个妆容呢主要是突出这个红唇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把上面的那个后三角的那个 B 呢也稍微加深一下，然后再用 glitz 这个颜色给眼头提一下亮。最后呢还是用 bone 这个颜色给眉骨提一下亮。接下来呢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就是画眼线了。我今天呢这个妆容呢想画一个猫眼的眼线 winged liner。 其实它的画法呢并不难，只要你掌握它的方法。我通常呢是喜欢先贴着这个眼线，上眼线呢先画一条细细的眼线，然后呢再顺着你下面眼角的方向呢把这个一条拉出来，然后呢从眼尾到眼头平着这么再拉回去，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一个大概的轮廓了。然后之后呢就是把它再完美一下，然后把它的里面再填充好就可以了。我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 winged liner， 我觉得任何女人呢只要一画这个眼线呢立刻变得非常的性感妩媚，所以我本人是很喜欢画。但是其实我也不是说画得很完美，但是呢就是多练吧，练习然后熟能生巧。之后呢把眼角和下眼线的地方都晕开，让它流畅的比较自然。接下来就是我们魔鬼的美瞳线了，照惯例还是很恐怖，有没有？接下来呢刷一层你们最喜欢的睫毛膏，别忘了下睫毛也要刷上。今天的假睫毛呢是 Ardell Wispy 614号，是一个前短后长的设计，这个会更显女人味，更妩媚。最后再加上一个红唇就大功告成了。以上就是我对春夏秋冬四季眼妆的诠释，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希望大家如果不喜欢呢也不要拍砖，这个视频虽然不长啊，但是从录制到剪辑都是我最辛苦的一次，连电脑都当了好几次机。希望大家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能够多多的给我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加我的微博 @MissLindaY，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